这人长得好俊俏啊！聂大哥，人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太好了，虽然我是徐家的讼师，林正在徐家这边，可这人一日找不到，我心里就难安。没事，别担心。聂大哥，您进去。 你笑什么？我是笑，算了算了，不说也罢。那话说一半的呀，下一半也必须得说。又不是什么好话。那我也要听。我是笑，你小孩子气。我没有，是刚刚那两个姑娘，她们俩明明就是，就是与理不合。那要是与理不合，那我们这。 也是与理不合吧？行了，这样就算我与理不合了。就拿这个吧。嗯，这位小娘子可真是有眼光啊！您看上的是净岩泥浆，可是我们店里的最后一份了。您夫君若是想买的话，那可得抓紧了。不是，我们不是，这可是我们御泥坊的招牌。 这净岩泥浆是取自伊利水云母以水非法历经180日的反复沉淀与过滤而得，每年的产量都是极有限的，通常九成都是送到宫里给娘娘和公主们用了。你能买到这最后的一份呢，那也是真真的幸运呢。既然是独一份的幸运，又是御用的，想来是极不错的。你查案辛苦了，我买给你当做礼物。嗯，多少钱，老板？1两银子。